的名字高克杰，就是老板叫子。So right after college, I went and taught English in China. 大学毕业后，我去中国教英语。我们学校外面有一家饺子馆，我总是喜欢去那里吃个午饭，吃点点心或者晚饭之类的。我和店主，也就是饺子馆的老板，成了好朋友。这家店其实就是想在美国找到那种饺子馆的感觉。The dumpling shop experience here in America. Almost all cultures have some. 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有不同形式的饺子，无论是意大利馄饨、印度咖喱饺，还是南美洲的恩潘纳达，每个人都熟悉面团里裹着肉馅或者蔬菜。一旦人们明白饺子是什么，我想每个人都喜欢它。有些人喜欢去餐车吃饺子，我偏偏喜欢这里。我把它介绍给我所有的朋友，所以两个星期前我们一起来吃饺子。高克杰从哈佛毕业后，又继续在波士顿大学深造。来自律师和金融世家的他，却在餐饮行业中找到了自己的梦想。After so many years, 我做咨询行业这么多年，总是做 Excel 表格、PowerPoint 的演示，告诉别人该怎么经营。如今能做出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产品，让人立即享用这个产品，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。Immediately enjoy it was very appealing to me. Thanks. 对高克杰来说，他在中国的经历非常特别。他的妻子是在中国认识的，而如今饺子馆的事业也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。是什么让我们的饺子特别呢？我们一切从头开始，我们手工做面皮，还有所有的馅料。我们尽量用不含抗生素的散养有机肉类，实实在在的高品质食材。我们每一道工序都非常用心。老板饺子还力求在传统的中国水饺基础上进行更多有趣的创新。我们有一款羊肉饺子叫新疆羊肉饺，灵感来自羊肉串，带着孜然和辣椒，我们就把这种味道包进饺子里，还有不同颜色的饺子皮。我们用菠菜做成绿色的饺子皮，用甜菜和番茄做出红色的饺子皮，紫甘蓝会让饺子皮变紫。我们尽量尝试初心，充满乐趣。从2017年开业以来，老板饺子一点点壮大。现在华盛顿已有2家店，高克杰的目标是拥有15家连锁店铺。